各位好，这里是西子君。最近呢，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，可能大家都不怎么出门，所以我希望这一期视频能让大家稍微开心一点。然后我本人呢是非常关注这个武汉的疫情，所以我这段时间以大家的名义稍微捐了一点小钱。等我有朝一日成为了百大 UP 主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帮到更多的人。哎，算了，大白天我就不做白日梦了，大家看视频吧。终于到了，啊！是吗？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先敲门？怎么了？要什么？我想玩。长大了我再跟你玩，好吗？我就要玩。哎，喜子又更新了。哎，我为什么要说又？喜子视频先三连，过年天天都有钱。輝く理想をステアスライカー